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925页，925页第四行，第四行，从当中这一句看起啊。若于真实念佛，首须戒断惑疑，惑性多矣，故云惑疑。行人不能决疑，不敢勇猛之前，未知惑疑。当知疑根未断，即是罪根。他实信实疑，半信半疑，或勉强试念而意识未安，或口水念佛心目他宗，皆非真实念也。这段文是教我们念佛，怎样才是真念佛？念佛的功夫得力，这个里头只给我们提了一个字：疑。有疑就不能成就，把你的功夫全破坏掉了，信心破坏了，愿心破坏了，功夫也破坏了。所以说疑是罪根呢，这个话讲得好所以决定不能怀疑。这一句话说得容易，做起来可真不容易。今天念佛的同学，哪一个人没有疑呢？只是这个疑字多少前身不一样。如果不疑呢，不疑他就成功了现前最低限度他功夫成片，往生决定有把握所以这个字重要怎么样把它断掉啊？这叫真实念佛为什么念佛的人没有把疑断绝，还有一丝毫的疑惑？你看，不敢勇猛之前，勇猛之前就是精进不懈。没有精进的功夫这全是怀疑疑根未断就是罪根，这个罪是严重的大罪。为什么呢？妨害我们这一生不能往生，这个罪多大？什么人能够不怀疑？古德所说的，唯有上根与下愚不疑。上上根人，
他彻底通达明了，他没有怀疑。下愚之人，虽然他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念佛的人说善根深厚，他不想知道，他不怀疑。啊，教他这一句阿弥陀佛，他就能念到底。啊，一直念到往生。啊，这两种人。是净宗根熟的众生，熟透了啊！他有坚定的信心，不会动摇，愿生净土。他不会有偏差，如同经上所说的，一向专念，他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决定不改变的，专念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心里头没有一个杂念。没有一个妄想，这种人往生，即使是临终之前，啊，一生没遇到佛法，临终之前有人告诉他这个法门，他立刻接受，一点怀疑没有。啊，真心真愿，一向专念，念一生，念十生，都能往生。啊，什么品位呢？不是凡圣同居土，它是十宝庄严土。啊，为什么？它根熟了，一点疑心都没有。啊，他与阿弥陀佛相应，他与自信相应，啊，真叫一步登天呢、啊！他真上去了。啊，下面说问题出来了，他实心实意。这假使，有时候相信，又有时候怀疑，半信半疑，或者是勉强，哎，试试看吧。念几声佛号，心意实实在在未安呐、啊，心不定。没有定在佛号上啊，没有定在心愿上啊，啊，或者是口念阿弥陀佛，心里面还念慕其他的宗派、学教的。对，像华严、天台、法相，看到人学禅，念目学禅；看到人持咒，念目持咒。三心二意，这都不是真念。啊，这样念佛。只是给阿弥陀佛结一个善缘，阿赖耶识里头种一个念佛的种子，这一生
不能成就。啊，他决定有成就，那是来生后世。啊，决定不是这一生。这一生成就呢，这些毛病统统没有。啊，上上根人完全知道。宗门教下显教密教84000法门都在这一句佛号里头。啊，这一句佛号不但具足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阿弥陀佛所说的一切法，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一切法都不离这一句佛号。一句佛号同摄了，完全包括了。啊，这是什么？上上根人知道，所以他对于这些问题统统没有。啊，哪个法门再好再好，都在其中。在华严经上，我们看到吉祥云比丘对善财童子开示的21个念佛门，21是表法，代表大圆满，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大圆满的法，都在这一句佛号之中。啊，一门同摄一切法门，一点怀疑都没有啊！不要再去分心了。啊，分心就铸成大错。啊，所以下面说要知。只要这是最重要的，疑情不断，正心难生。还有丝毫怀疑，我们对净土信心就不足，就有欠缺。啊，幸运有亏呀，资粮欠缺。心不真不圆满，愿不恳切，不能往生。资粮是比喻出门旅行啊，资食代替钱财，粮食过去出门旅行要带粮食啊，不像现在这些旅馆酒店很多，只要带钱就够了，从前没有啊，所以必须要带吃的，要带干粮啊。那么这个资粮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它的资粮是4个字，信、愿、持名，持名就是念佛。啊，这3个条件具足了，就是资粮圆满，你决定往生。啊，千万不能有一丝毫怀疑啊！故须戒断狐疑，老实念去，莫执念去，拼命念去，直拼到死，花开见佛，悟无生人，如是才是大善。
如是才是真正啊敬于佛者。我们对佛的真诚恭敬啊，不往生，敬佛的程度不到。不圆满。这个底下有一个术语，墨汁。我们这也有点参考资料。这个话是禅宗的话。老实念去是净宗的话。墨汁念去是禅宗的话，拼命念去，这是一般世间人的话，意思都差不多。禅宗这个话出在《传灯录》景德《传灯录》。这是禅宗很重要的一部书。记载这些修行人的成就。易经。经是净路。直路。一条路啊。笔直。这个典故声闻，金山路何处去？金山大师这是来参访的，问到一个老婆婆到金山去立足，从哪条路去？这个老婆婆告诉他：“墨汁去，就是一直去。”清朝王夫之，这是个学者，非常有名的学者，读四书大全说大学传第九章，如弩弩机一发，近者一知之有准，远者呢一知之有准。古时候的弓箭，弩是非常强的弓箭，射得很远只要把目标锁定，近距离的射得很准，远距离的射得也很准。为什么呢？这箭是一直去的，它没有弯曲，所以一条墨汁去，终无余曲走矣，它没有偏差。我们念佛也得守住这个原则经上教给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净宗的修行就这八个字发菩提心什么意思呢？藕益大师解释的最简单最正确，印光大师赞叹
啊，最容易理解。啊，他说，真心有西方净土，真心有阿弥陀佛，真心呢念佛决定往生，往生决定成佛。你的信心坚定，叫真信呐！啊，真信之后呢，自己发愿，我这一生呢，决定求生净土，没有第二个念头，这叫切愿。有这样的信愿呢，就叫做无上菩提心。你看这个发心的意思清楚啊，好懂啊。我们这才知道啊，很多这些阿公阿婆念佛往生，欲知时知，站着走，坐着走，他没有听过经，他不懂教，你问他什么是菩提心都不晓得，你讲给他听他也不懂，但是你问他是不是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相信，真是不是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的，真相信，你看菩提心发了自己不知道啊，平常看他用功呢，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那就是一向专念，这八个字他圆圆满满都做到了。人家不断是欲知时知往生，往生的品位之高，我们不敢想象。什么原因？跟这个经的意思完全相应。他虽然不懂，但他做到了，跟那个懂的人没两样，懂的人也是到这个境界，他不懂也到这个境界，所以古人说暗合道妙啊，自然吻合啊。这个理讲得通啊，所以我们的拼命念去，直拼到死啊，死就往生了啊，死的时候就是花开见佛啊，阿弥陀佛来接引呢，往生到极乐世界。悟无生人可不是普通菩萨了，大乘教里头七地以上，无生法人啊，无生法人是明心见性的，见一切法不生不灭，这叫无生。无生是说一切法，一切法没有生灭。你见到自己没有生灭，见到佛菩萨没有生灭，见到一切众生没有生灭。这叫无生法忍啊，忍这个字是定，心定在无生上，不动摇了，完全肯定了。一切法无生，哪来的灭呢？
这个境界一般人不懂啊，学佛的人也未必懂啊，甚至连概念都没有。那么对这句话有没有怀疑？当然有怀疑，半信半疑。信是什么？佛说的。怀疑说真的是这样的吗？没有听别人说过。啊，今天量子力学家把这个疑啊帮我们解释开了。啊，量子力学家发现物质是假的。物质现象是从意念当中变现出来的，是个幻象。那么它生灭的速度是1600兆分之1秒，换一句话说，一秒钟它已经生灭1600兆次，这就叫无生法忍。生灭就是不生灭，不生灭就是生灭。啊，在什么时候你能够体会得到呢？1600兆分之1秒，明白了。如果真的没有生灭，说个不生不灭的，这废话了，这话毫无意义。它确实有生命，生灭等于没有生命，这叫无生人呐、啊！你看到事实真相啊！啊，也就是《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无生人的境界。无论是真谛真谛是讲自信，讲诸法实相，无论是俗谛，俗谛是十法界众生他们的境界，都是不生不灭啊，生灭同时，生灭同时，生灭就不可得了。啊，人是心定在这个境界上，相信了，承认了，不怀疑了，这就是人的意思。七地菩萨得的是下品无生人，八地是中品，九地是上品。啊，无生人的菩萨地位高啊，再往上去呢，叫极灭人，佛境界了，也有上中下三品。下品十地菩萨发愿地，中品等觉菩萨，上品妙觉如来。妙觉上面没有了啊，妙觉是究竟圆满的佛果，
等觉以下，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住十宝庄严土，见报身佛。啊，妙觉如来，住常寂光土，与一切诸佛如来、妙觉位融成一体，大光明藏啊！啊，在净土里又称为常寂光，身是常寂光，土也叫常寂光。啊，身土是一，不是二。常寂光里面没有现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是不生不灭。啊，我们要在大乘教里头，虽没有亲证的这一些开示，啊，总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对我们这个学习、对我们念佛有很大的帮助。啊，帮助什么？帮助我们断疑生信。这叫大善啊，大善只有大乘里的有啊，大善只有净宗有啊，净宗的大善是可以兑现的啊，决定要放下万缘。只有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想帮助的人呢，才能真正帮助他，不到极乐世界帮不上忙啊，一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我们再看底下一段，上明断疑而念佛，下面这一段呢，是念佛能断疑。啊，我们想断疑，怎么断法？念佛，真的是相辅相成。啊，断疑你才真念佛，念佛你才真的断疑。安乐界云，若能常修念佛三昧，能除贪嗔痴，无问现在过去未来一切诸障啊，悉皆除也。这一段安乐界里的话，很重要啊。若能常修，常修是不断，用地贤老法师教给锅炉匠的方法，我们就学这个，那就是常修。你看，没有压力，累了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干。什么时候累，什么时候休息。啊，什么时候休息好的时候，什么就干，不分昼夜。
在时间上没有昼夜。啊，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干。啊，生活简单。啊，锅炉匠挺有福报的。啊，出了家了。地仙老法师给他安排，这他的护法了，他的贵人了。在农村里找了一个老太婆，给他烧两顿饭，啊，给他洗衣服，啊，打扫环境，你看，他就不要工作了。啊，早饭自己理。啊，简单自己理。三年如一日，真成功了。欲知时至，站着往生。啊，往生还站了三天，大概有史以来只有他一个，没看到第二站着往生的人有，往生站三天没听说过。这个法子好啊。啊，念佛堂里头把它清理得干干净净，一尊佛像像印光大师官方我去看了，就一尊阿弥陀佛啊，一个香炉，一对蜡台，一个小磬，一个小木鱼，一把银琴啊，再就供一杯水，其他都没有了啊，墙壁上什么都没有啊，就是佛像背后印祖写了一个死字啊，贴在佛像背后，拜佛念佛，常常看到他，这叫专心啊！放几本经书在那里打闲岔了，是不是要看看？这就断绝了。啊，真正做到一心专念的，就一句阿弥陀佛。啊，印祖晚年闭关了，官方呢就这样的，啊，找不到一本书。啊，我们自己真正修，啊，念佛堂里面，像祖师念佛堂一样，啊，可是我想我们放一部《无量寿经》，真正彻底放下，经就不要念了。放在桌子上是，那是法宝，我供养的法宝。啊，放一张印光大师的像，三宝，三宝具足。啊，
佛法僧三宝居住。我们这个法是印光大师传的，啊，印祖传给李炳南老居士，李老居士传给我，啊，我们这个小佛堂里头三宝具足，其他的不要了。啊，一直念到花开见佛，啊，心地清净，没有一个不成就啊。啊，所以常修念佛三昧，能除贪嗔痴慢疑，这念头才动，就是阿弥陀佛啊。这禅宗的方法，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一句阿弥陀佛就是觉悟啊。不管什么念头，善念也好，恶念也好，念头才起，第二个念头是阿弥陀佛，把前面的念头打掉啊。念头开始的肯定多，为什么？无世界来的习气，不要害怕啊。念头一动，阿弥陀佛，把念头打掉啊，这叫真念佛了，这真管用啊。三年就养成习惯了，杂念、恶念、邪念、妄念没有了，念念都是这一句阿弥陀佛，叫正念现前啊。这句佛号是正念的啊。到你一切杂念、妄念、邪念、恶念通通都没有的时候，这一念就跟阿弥陀佛相应啊。古人所说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一声佛号跟阿弥陀佛通了，起感应作用啊。啊，真求往生啊，心地真诚恳切，就会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啊，见到的时候，就提出要求，求往生。啊，还有寿命，寿命不要了。啊，像银阔法师一样，当年慧远大师，这是东晋时候南北朝的时候啊，他在庐山建一个念佛堂，东宁念佛堂，志同道合123个人，在那个地方借舍念佛求往生，123个人通通成就了啊。
啊，员工在往生之前三次见到极乐世界，啊，第四次见到的时候他走了，啊，三次见到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啊，临走的时候才告诉大家，这个境界过去看过三次，第四次看到了，很熟悉了。啊，这一次阿弥陀佛来接引他，连舍比他早往生的那些同修都跟在阿弥陀佛的身边，一起来接引他。啊，他都能把名字一个一个说出来，这不是假的。啊，是希望我们真干呢。啊，这个世界众生苦，苦从哪里来的？没智慧。为什么没智慧？不读圣贤书。我们这一生很有限，知道这个世间有圣有贤有佛菩萨，那我们今天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赶紧发愿往生，生到极乐世界，成就智慧德相神通，然后再来，啊，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我们相信，像地球上这种状况，在这个变法界、虚空界，一定还很多，不止这一处。相信念佛能除业障，能除烦恼，愚痴少智，心则惑矣。念佛除痴，疑情自断，莲池灵峰就是欧耶大师，这两位祖师大德都说，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服佛。啊，所以心杂乱的时候，烦恼多的时候，不怕念佛。啊，现在这个念佛机好用，24小时都可以不中断。啊，听念佛，跟着念佛，多好！念累了就听，啊，总叫这句佛号啊，在心里头不间断，此乃适当念佛，戒断狐疑的又一个意思。这个意思
也非常之好。我们再看底下一段，拔诸爱欲。这一段教给我们，教给我们小业障。谨心云：拔愚者，令离烦恼；诸苦所因，贪欲为本呐。故劝拔除爱欲。谨心大师的注解注得非常好啊！佛为什么叫我们拔诸爱欲？这个诸是毒，你对人的爱欲，对事的爱欲，对无的爱欲，全都包括在里头。啊，爱是情执，欲就是占有、控制。啊，这就是欲表现在外面，乃至于支配。啊，这都是属于欲。啊，这些错误的观念要放下。啊，为什么呢？它造业。这个东西不放下，造业。业，不管是善业、是恶业，它感召六道轮回啊。人要没有爱欲，就不会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就是爱欲发生的，这个我们一定把它搞清楚。所以断烦恼消业障啊，烦恼跟业障的根就是爱欲。世间人看到这两个字的欢喜，佛菩萨看到这两个字觉悟啊，你为什么搞六道轮回？为什么离不开六道？问题就出在这里。要把这个根拔掉，啊，要把这个源头给堵塞。用什么方法？就是一句名号。这一句名号能拔诸爱欲，这一句名号能度众恶缘啊！所以你不认识他，你以为他很好啊？真正认识清楚之后，才知道所有痛苦都从这来的。佛清楚啊，菩萨明白，啊，爱欲之体是什么呢？爱欲之体是智慧呀，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就是它。觉悟了，它就变成智慧；迷了，它就叫爱欲。就是烦恼啊，我们今天有能力转烦恼为智慧，一觉悟爱欲是智慧，智慧表现在外面，大慈大悲啊，慈悲就是爱欲，但是这个爱
没有欲。啊，欲是什么呢？占有是欲，控制是欲，支配是欲，没有。慈悲这个爱里头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叫大慈大悲。啊，慈悲这个爱是清净的爱，平等的爱，觉悟的爱，是真爱。凡夫的爱是假的，不是真的。为什么？它会变质。不但现前我们能看见，读历史，历史上有多少恩爱到最后变成仇恨，啊，所以世间爱不是真的，啊，慈悲是永恒不变的，慈悲是真爱，特别是对回报我的人，我爱他。啊，对于怨恨我的人，我爱他。啊，对伤害我的人，我爱他。没有不爱呀。为什么爱他？他是人。中国传统教育里头，凡是人皆须爱，他是人。在大乘教里面，他是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怎么能不爱呢？只是这一尊佛很不幸，他现在迷了，迷不是真的，他会修复，迷是一时的。啊，他会回头，他会觉悟，所以他以仇恨对我，我以真心爱他。等他哪一天觉悟回头了，他会感恩，他会认错，他会忏悔。啊，所以诸佛菩萨了，对九法界众生没有怨恨的，他没有烦恼啊。他没有敌对的，古人所说仁者无敌，在大乘里面，仁者是菩萨，仁慈的人，对菩萨的尊称。无敌，他没有敌对的。我们今天讲冤家对头，菩萨没有，菩萨没有冤家对头。啊，冤对，你看，不是从对方化解，从自己化解，自己的化解就没有了。啊，他那个地方纵然有怨恨，他怨恨没有对头，没有对对敌对的，所以他这个怨恨久而久之自然化掉。这个本事要学，这是忍辱波罗蜜啊！我这个本事是在南京念书，
跟我一个同学学来的。啊，我这个同学姓白，白振焕。离开学校之后，这一生没有再见面。啊，我常常怀念他。啊，小时候不懂事，自己功高我慢，他是我同班同学，啊，瞧不起他，常常侮辱他，啊，常常骂他。可是他从来没有给我翻过脸，他都能承受。啊，背后呢，他对我很佩服，很赞叹。啊，这同学传给我的。啊，一年呢，两个学期，我被他感动了。我向他道歉，就我错了。啊，他有这么好的忍耐功夫。初中三年级，所以我学会这套啊。别人骂我，我低头接受，听你骂。骂到一两个钟点，他骂累了，不骂了。谢谢他的教训。啊，我不会反驳一句，你说的对，我接受；说的不对，我也接受。啊，不去反驳，反驳互相相骂，越骂越热闹。那个地方一个人在骂，我这里不吭声，骂久了，他自然他就骂不下去了。啊，打架也是如此，你打我不还手。让你打，打几下之后，他再打不下去了。这我都跟他学的本事，一生不跟人结怨呐。打架越打越热闹了，一个人打，那个人不打，打不起来。啊，所以骂不还口，打不还手。那结果呢？哎，结果些老师同学都赞叹我很有修养，说有修养。啊，真的让人呢对自己有好处，不吃亏呀。古人的教诲里头有很深的哲理啊，真实智慧叫哲理道理。度中过云，度者色也，把它堵塞。静言疏曰，度中过云，令理无益。这是什么？这叫小罪业。小业障，前面拔住爱欲是断烦恼，这是小业障，令利我业。我业是杀盗淫妄。佛法里面讲的十恶业，身杀盗淫，
口妄语，两舌恶口其语，意贪嗔痴。要把这十种放下，起心动念与十善相应，与十恶相离。啊，离得越远越好。啊，这样算不造恶业。造善业，不住造善业的想，这就成就功德了。罪业确实能消除，把它转变成功德。我们再看底下，恶业是恶道家本，恶道家就是地狱、恶鬼、畜生，这是恶道的家了。啊，恶业是恶道家的根本呐、啊，源头啊。所以叫中国缘啊，干这些业，他果报在三恶道啊，不能不知道。啊，交趾断色。莫之为毒啊，这念毒跟色意思是一样的，你把它堵住啊，所以叫毒色，决定不能造啊，一定要忍，修忍辱波罗蜜啊，六度里头最难的是不施忍辱。人肯不施，能忍辱，这个六度修起来就不难。啊，那是菩提道啊！啊，菩提道的根本。啊，欢喜布施，常常能想到布施。我们居住在一个地方，邻里相当，要把它看作一家人。我们居住在这边的环境就非常美好。现在人家磁场好。那、啊、看我们怎么做法，我们能不能把邻居都看成一家人？啊，香港居住，我们在乡下，啊，一个村是一个单位，我们居住这个村有80多户人家。我们能不能把80多户人家看作是我们一家人？啊，对他们尊重，对他们爱护，对他们关怀，对他们照顾。啊，见面一定有礼节。慢慢养成这个小村的人
跟人见面都会打招呼。啊，我们有多余的啊，常常分送给大家啊，吃的、穿的、用的啊，跟大家结缘呢啊，尤其现在闲暇的时候，大家都看电视、看光碟。啊，我们有些小的光碟，像《了凡四训》，于今义于造神记，啊，还有国内外这些传统文化讲座里面精彩片段，可以把它揭露成一个点，都是精彩片段啊，送给他们每一家结缘了啊。你要在看一段的时候，他不喜欢看不下去，哎，最精彩的那几句，哎，揭露下来给他看，好啊。我们过去一些做的这个有声书啊，里头没有人像，有文字，有声音啊，这都是他们非常欢迎的啊。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对他们统统都有好处啊。啊，科学里面的报告，大家都爱听啊！我们真的能用心啊，让这个小村居民都能够和谐，像一家人一样啊，慢慢就影响其他的村。我们在澳洲住十年，确实影响了图文巴这个小镇啊。图文巴十几个宗教居然想到我们联手把我们的小城啊建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这想法太好了。哎，我听到真欢喜啊，我鼓励他，真正大家有意思想做，那宗教团结不是表面，表面形式不行，要有实质的内容。实质内容怎么做法呢？互相学习经典啊，我要学习不同宗教经典啊，大家互相学习啊，把经典里面神、上帝啊很好的教训记录下来，我们一起共同的学习啊。有些话，譬如说爱，每一个宗教里都有啊，那我们就可以追以这个为中心，神爱人，上帝爱人，
我要像神像上帝一样，我要爱人啊，人人都爱人。这个小乘多数人啊，这个小乘怎么会不和谐呢？啊，这个小乘的居民看每个人都是一家人，都是兄弟姐妹啊，互相尊重，互相亲爱，互助合作。我们相信这个小乘都是好人，这个小乘不会有灾难，这小乘非常有幸福，这把它做到啊。啊，做出成绩出来，让全世界人都看到啊，会感动人。下面这是念老对净严大师注解的简单解释，其大意为度众过缘之意，即是令利我也。因恶业呢，使人入恶道，乃恶趣之本，故称为恶缘，故应毒色云云。望西大师同志看法了，跟这个相同啊。我们先看这一段，这是说明毒色恶缘呢，非常重要啊！为什么呢？不造恶业了，恶业不能造啊！造作恶业的时候不知道啊，迷惑颠倒啊。如果他同时能够想到恶业将来的果报，他不敢造。你比如说妄语啊，欺骗别人，果报在地狱啊，他敢不敢造？不敢造了。念舌挑拨是非，果报是八邪地狱。啊，将来离开地狱之后，再到人道里面来，还有余业。你说的话没人相信，这是什么呢？这是地狱的余业。啊，而且给人借的这些恶缘，如果那个人不饶你，永远记在心上想报复，那就惹来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种冤冤相报双方都痛苦啊，不是你叫对方苦你乐，不是啊，两方面都痛苦啊，这又何必呢？都属于愚痴啊！啊，结缘是结，啊，
化解问题，实在是都在佛法。只有佛法能帮助人彻底化解问题。啊，佛法从根上解决问题，不是从枝叶，枝叶上解决不了问题。啊，一时冲突化解了，怨恨没化解。要从内心里头把怨恨化解了，这问题才真正解决。啊，那要从怨化解怨恨，得需要智慧。啊，需要教育。不教不行啊！啊，教要深教，在这个时代，言教人不相信啊，深教，我做出来给大家看。啊，做出来了，别人相信了。你再教他，他肯听了，他真听懂了，他就会照做。啊，所以说不造恶业是正确的，绝对正确，对自己的好处太多了。啊，恶业对自己伤害呀、啊，我常说，造恶业。对别人伤害三分，对自己的伤害七分，不值得。啊，为什么要造恶业？啊，别人回谤我，羞辱我。我要没有接受，就不受伤害啊。他回谤别人，我为什么不生气啊？羞辱别人，我好像没有感觉啊。他回谤我，回谤，羞辱我，我不接受。那为什么呢？这个世间同名同姓的人很多，为什么一定是我来接受承受呢？不需要吗？啊，他当面骂我，我洗耳恭听。我以为他骂别人。啊，他不是骂我。金刚经上教导我们，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我，他怎么能伤害我？无我，人入仙人，被割力王割截身体，凌迟处死。无我啊，身不是我啊！你把它剁成什么粉末的时候，与我也不相干了，不是我。啊，只要不接受，就不受伤害。啊，我们看到这个事情，还生感恩的心。为什么？成就我忍辱波罗蜜，我感谢。啊，等于说我修忍辱波罗蜜，这是一次考试，
这考试顺利通过了，感谢老师。啊，这样才真正能够拔诸烦恼，堵塞我缘。啊，成就的是什么？成就是清净的道业。啊，你的清净心现前了，这个利益可太大了。啊，明明这个机会在面前，不知道修清净心，啊，去造我业，你说你谁错？别人没错，自己错了。我能够在逆境恶缘里头不生烦恼，没有怨恨，不但我自己成就，也成就了对方。啊，为什么呢？对方纵然受果报啊，减轻他的重罪。啊，纵然坐地狱，地狱受苦少，啊，不是很苦，这对他来说的是减轻他的罪业。啊，我要接受了，互相相骂，互相相打，两个罪业都重。啊，自己没有罪业，减轻对方罪业。这叫积功累德了啊！所以头脑要清醒，要长生智慧，不能长生烦恼啊！永远要记住，我业是因，我道是果。啊，所以这个一切众恶之源，一定要知道，把它堵塞。望西斯书里的说，度众等者，令断我业，流转生死，我业为缘，故云之曰缘。啊，意思跟净严书啊差不多。就像水呀，这是水源源头啊！啊，流转生死就是业力，我业。啊，那么我业从哪来的？从我的因生的，因是什么？因是贪嗔痴慢疑，是我见。啊，成见，这都是因，这是错误的。啊，
贪嗔痴慢疑自心里头没有，这是染污啊，真心清净的。慧能大师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那这五种染污，最不好的染污，称为毒啊，五毒染污。染在哪里？染在阿赖耶，染在摩那。阿赖耶摩那是妄心，不是真心。啊，妄心，它现象作用也都是虚妄。妄因，六道是妄苦，是从妄因变现出来的。佛把它比喻作梦幻泡影，正确，真是梦幻泡影。那么人在里头造这个我因，受这个我报，哎，同时虚妄的，就等于人做噩梦一样。啊，在梦中惊吓醒过来，一身大汗，全是假的。众生在六道搞这些生死轮回。诸佛菩萨在局外看起来做噩梦，啊，那么佛法就是把你唤醒，叫你别再做噩梦了，啊，你回归到正常，正常是诸佛菩萨。设法界里头都不正常，四圣法界这个病轻一点，六道里头病重，啊，最重的是地狱。慧疏意志，啊，慧疏里的说法跟前面呢有一点不一样。素曰：诸烦恼中，嗔恚为最，故云之远。啊，嗔恚，地狱的业因呢？说的也有道理。啊，我们接着看，一直无名为之语言呢、啊。佛习断尽，更无余惨，故云：度中我缘也。啊，诸佛如来。他们断烦恼断得彻底，断得干净了，啊，贪嗔痴慢疑全断了，没有残余的，残余说是习气，连习气都没有了，啊，这才叫度中我缘啊。以上两种解释不妨同参。慧疏就佛便说，净银疏呢，这是指现在修行人从哪里下手啊。两种说法都说得好，
啊，佛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终极的目标希望到佛的境界啊，但是现在下手是要从无界实相着手。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明戒定慧三学啊，戒是根本，不从这里下手不会成就，不从这里下手就没有根，没有根信心就有缺陷，半信半疑，或信或疑啊，遇到境缘会被境界所转古人所说的高明厚利，你就被它转变了。你经不起外面诱惑，你会退转，你会造业。啊，那么现在退转的人很多，中途变戒的人比比皆是，什么原因？他没有根。为什么古时候古人遇到这个境界？他能把持住，他不为外境所动摇。啊，六祖慧能大师在曹溪，当时的皇帝是武则天。武则天曾经下过几次诏书啊，就是请他到京城啊，皇上召见他不去啊，已年岁老了，身体不好啊，不能长途旅行，把它辞掉，不为动摇啊！啊，他心是定的，啊，这是有根呐、啊，根是什么？根是戒。戒是什么？戒就是独住爱欲，独中我愿。修行从这里下手，用什么方法？用念佛，法子妙绝了。啊，这些不善念头才起，一句阿弥陀佛，把它压下去。不让它发生啊，这个方法高明到极处，我们要会用啊，啊，要把它用熟，常常能用，时时刻刻都能用啊，都不会把它忘记，那就好了。这个人叫真会念佛，为什么妄念一起来阿弥陀佛就把你打掉，真会念了、啊、再看下面第三段，有华实教啊，有这种本事这才能教化众生。
啊，请看经文：有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为度者，自己成就了，才能教化众生。啊，什么叫自己成就？真正断恶修善，功夫成就了，才是真正成就。不是说我这个经教学了，我都懂了，我都能够讲了，这样行吗？不行。这样决定度不了现前的众生，现前众生一定要看到真正的效果，他才会相信啊，他看不到他不相信。啊，你说你是好人，你什么地方好？你真正做出来了啊，他成为你是好人。你说的再好，你没做到，他不相信你是好人，也不相信你的教是好的教。为什么真好？你为什么不干？啊，你自己不肯干，可见的这不是真好。那换句话说，那是骗人的。今天要教化众生了，先要成就自己啊！成就自己需要时间的。生年是最低的限度啊！啊，印光大师一出来，人家就服了。连嫉妒障碍的人都不敢把嫉妒障碍的样子表演出来，什么原因？他有真实的德，他做到啊，印足一生的行仪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他在普陀山藏经楼里面管理啊，管理藏经啊，30年不出藏经楼，在藏经楼里头阅藏啊，念佛啊，30年如一日啊，成就他戒定慧三修。啊，你看他处事待人接物谦虚，不敢为人师，
向他请教的人多少？啊，他是用文字弘法，因为他的乡音很重。啊，说话一般人听不懂，也找不到好的翻译。啊，一生对大众讲经只有一次，就是上海护国协在法会，在里面讲开始，啊，讲了八次。啊，弘扬佛法全用文字，以书信为主。啊，你看他写的信，多诚恳，多谦虚，多恭敬。啊，为别人解答问题。从这些地方看到老人的德行了，被别人发现，名出去了，啊，教化众生只有十年，十年的成就在中国佛教界里头，没有人不服。哪一个法师都有人批评，印光法师没有一个人敢批评。啊，这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厚积薄发”了，他累积的太厚了。一被人发现了，真的是所谓一举成名了。啊，他的文字朴实，句句都是实话，句句都是真言，字字句句感动人心。啊，心是真心，行是真心。当年李炳老劝我要以印光大师为师，向他老人家学习。啊，老师送我一部文章，那个时候在台湾流通的只有正序两篇，啊，一共四册。啊，读他的文章，依教奉行，就是印光大师真正的弟子啊，就是印祖的传人呐。啊，李老师用这个介绍给我，我也用这个介绍给一些同学。啊，我们大家都做印光法师的学生，尊师重道，向他老人家学习。
啊，他老人家没有别的，说实在话，也就是六个字：老实、听话、正干。啊，走于这条路子，没有一个不成就，没有一个不完成。念佛往生才是真正的成就，才是真正的得度。啊，有不三界，无所挂碍。三界就是六道，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在六道轮回里头普度众生呢，没有障碍了。慧疏曰：“吾某神化，常体性空，故为有不啊。”那这解释什么叫有不？啊，我们今天讲，在三界当中，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啊，众生有感，立刻就有应，这是有不三界。啊，无谋，谋是策划，没有策划。为什么？他不起心，不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众生有感，法而有因。虽有因呢，常体性空。印化的相，印化的事，当体即空，了不可得。用这个来解释有不？这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在十法界里头教化众生的。众生有感，他就应。感应道交，绝不设施。众生什么时候有感，佛菩萨什么时候就有应。啊，那我们起心动念有感呢？菩萨有没有应？有。为什么我们没有觉察到？显应我们能觉察，明应我们觉察不到。是明是显，完全在我们的感。我们现在感里面有怀疑、不纯、
静里头也有怀疑啊，所以显的感应少了，明应就多了。我们真正被佛菩萨加持，真正被佛菩萨照顾，但是自己不知道啊。可是你很冷静去思维，会发现这里头一定的价值啊。不得价值，我们怎么会天天还有进步我们细心去思维观察，就相信有这个事情。心越真越沉越静，感应越明显。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